The first three. 刚刚两个球员各人飞一个白球，他的选择开球权，一个白球飞上去前面弹回来，台边的，所以呢，刚刚的那个雷耶斯那个白球走的比较近，所以呢，他先开球。 他开球有两个白，有两个球进袋了，他继续打二号球，蓝色那个，打了个反弹球。所谓这个九号球的这个比赛嘛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台面上。 最大的球呢是这个九号，那么把九号球打进去呢，你这一局就可以取得胜利。但是呢，在台面上要其他球的时候呢，你必须按照这个顺序从低往高打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九号球被其他球撞击进了进袋以后呢，那么这一局也可以取得胜利，这一局的比赛也可以结束了。就包括在开始的时候大力撞击的时候，如果一撞。 这九号球撞进袋了，那么这一局也可以获胜。这里也是第一局很轻松拿下一局。这个九号球这个打法呢，就是说前面你打再多球都没用，关键你九号球要打进。对。所以呢，那个白球的那个。 走的非常漂亮，那力气控制要非常好，一个挨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不能停，一路打下去，全部打进为止。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，就是说用击打球去把九号球碰进去了，这是幸运的成分，就偶然性的成分也比较大。 现在轮到潘晓婷开球。开始的这一杆呢，要很大的力气。那么，不管你有没有球进，你必须有四颗球撞在台边，这个开球呢才有效。 其实呢，按道理，打得越大力，那个优势越明显。把球都撞散了。撞散了，而且他起码，有偶尔性的话，你那个球也够足够的力量奔向袋里面。他第一杆打进了球，但是一号球被三号球挡住了。那么潘晓婷呢？ 是在2006年的时候，作为第一位参加美国 MPBA 巡回赛的中国女选手，参加了这个美国的 MPBA 的比赛，在去年第38届全日公开赛里面是获得了冠军。2002年参加大阪公开赛的时候就获得冠军，接着呢又获得了亚洲冠军赛的冠军。 04年呢是在世界九球冠军赛里面获得第三名，所以呢他被称为九球天后。刚刚第一杆潘晓婷打进了球以后呢，按照规则他可以不直接击打那个目标球，第一杆可以，然后呢对手有权要求他继续打。 因为那次第一杆他冲完了以后，未必能打到目标球。雷耶斯救球把球救进去了，二号球要进了。来自菲律宾的这个雷耶斯呢，被称为是魔术师，他。 在去年的时候，年终的排名呢是排在第22位。
在今年的九号球巡回这个巡回赛里面呢，他在胡志明站的这个比赛里面呢是获得了冠军。九号球的母球呢，原来是纯白色的，现在呢加了一些红点，就是说那个球手打的任何旋转他都能可能看得一清二楚，所以增加了很大的观赏性。就是他把这个左旋右旋，就是叫做这个左塞右塞。实际上这个打这个母球呢，最基本的点呢就是上中下左右这样五个点。那当然在比赛过程当中，你究竟用多大的力度和这个角度选择大小，这个完全根据球手的这个成熟度。今天的表演赛开始以后呢，应当说雷耶斯呢这个整个表现出来呢是这种大将风度啊，非常的稳健。今天小组赛的时候呢是抢七局，等于是十三局七胜。再看看第三局，另外呢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还有一项规定，就是说选手们你在这个选择目标球，在考虑打目标球，在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时间限制，要求在45秒钟之内必须完成击球。所以这个裁判手里面也拿着一个秒表，一个球手打完了以后，他就开始为另一个球手来掐表来计时了。这个女子跟男子一起比赛啊，冲球的这个力量啊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，这个女选手呢毕竟这个力量小一些。看来这个潘晓天第一个他有权不打，因为他是考虑打完了一号球进去的，这个二号球的位置不是很好打，再考虑全局。但雷耶斯轻轻把一号球推进去了，是这个打二号球没进。那球球比赛啊，每一杆都必须要有球碰旁边碰台边，这个跟斯诺克有点不一样啊，斯诺克轻轻把目标球推走。对，他白球碰了，就利用九号球做了一个障碍球。球没碰到球，现在是手中球，就德一那方球手可以把白球置于任何位置，任何位置，对，自由球，就自己最好打的位置。嗯，他没有像那个斯诺克就在发球区，他这个是任何位置。看来那个潘晓婷呢，是刚才一个这个障碍，为自己争夺了一个主动。
来打三号球。直接想把九号球打进去，传进去的，就利用四号球击打九号球。好，两号球就是走了个捷径啊。潘晓天扳回一局。潘晓婷籍贯是山东人，今年还不到24岁，但他一路在上海打，打比赛。对，所以现在他也基本上是住在上海。锦标赛里面，潘晓婷也是获得了女子组的冠军，杨威东瀛，那次打得非常漂亮。现在由潘晓婷开球，第四局。这个雷斯和潘晓婷他们开球的时候都是用一根就叫做开球杆吧，这个然后呢开完了球以后呢再换另外一支杆。实际上这个是不是因为打这个九号球这项台球，它是球杆有软硬之分，像开球需要要打的力量重量，它要因为它要力量要大一些，对啊，所以它这个包括这个杆头，包括这个杆身前面的这个材料等等，它这可能硬度呢都会强一些。然后在真正这样打起来以后呢，开完球以后，它可能就是打自己最熟悉的，因为它这个软硬度对它的击球的力量啊，应当是有比较大的影响。所以呢，球手一般呢都是非常熟悉自己的这个球杆。如果要是换了球杆打的话，可能对他的成绩会有影响。他主要是旋转方面要求的比较严格，而且呢开球杆呢除了猛的那下可以，其他容易你越用力的话那个球杆受损越大，但是在要是一根球杆的话，万一它受损了，你正常比赛的时候用不了那球杆。那所以呢他开球杆另外拿一支就是比较重的。今天在第一组里面三场比赛呢，分别是雷叶斯对潘晓婷，接着呢由潘晓婷对徐猛，然后第三场呢是徐猛对这个雷叶斯，是采用这种单循环的这个抢七局这种方式来进行表演赛。打九球在菲律宾是非常流行的，而且菲律宾的水平也非常高。打九球的一般的这个选手的这个架杆的这只手啊，实际上跟这个斯诺克这个有点不太一样。他一个习惯，另外一个就是那杆的晃动比较大，所以呢他的夹得更稳一点。用食指跟中指，把一个套在那里，让那个球杆就不要超出那个范围内，就圈住那个球杆。
是打九球，很多人很喜欢它的宽范围，开球区、啊、对，有开球区，而这个九球呢，是可以这个任意摆，嗯。进了七号球，打一号非常薄呢，现在打二号。这个正好太低了，他要打，不要打那么深的话呢，你可能碰一碰黑球就在那附近，这样的话潘晓婷就任意把木球摆在任何位置上来接到三号球、嗯、然后往左边来就往左边走，就到四号球的跟前了。球拉得很厉害，后旋转，剩两个球了。要八号球，他必须要是像。向后定打，把八球打定了就行。力量控制还是相当好。看这个打球，他这个那个水平高与低，就看他的送杆送的直与否，还有一个送的位置够不够。这个是感觉呢，完全是在他的手的力量上的这个控制，还有就是说他击球的这个击到母球的这个点，他的这个准与不准。那么现在他要是往像有些人送杆不够的话，那个白球的力量就不够，不够的话那个到不了预定目标位置。对。局的比赛，现在雷伊斯是3-2领先，现在是潘晓婷开球，球进袋。如果要
是有球进袋了，就可以继续打。现在盖雷斯打一号球，但是呢，中间有个三号球障碍呢，所以呢，他这个规则规定，他可以不击打一号球，轻轻把它推一个，嗯，把它推开就行了。现在一号球还没有目标可以进，潘晓天想把它打到九号球附近。好，白球停在七号球后面。这个九号球还有个规则，就是说给你做了障碍球以后，你没救到球，对方球手可以拿自由球，但是也可以自由球以后继续做你一个障碍球，你还是没救到，一共三次，三次呢就这一局判你输了。因为像刚才那样的推球也只有一次的机会，就是你这个母球可以不碰到这个目标球，但是你再遇到像刚才这种情况的话，就不能再要推球了。那个只有特定的情况，就是开完球以后。你看潘晓天现在要看看二号球怎么打，三号球怎么打，先考虑了一号球。他现在看三号球，等于是二号球，他的打完二号球，白球的位置停在什么位置比较好？打三号还要拉回来打四号，四号就是九号球旁边的那个黄白色的那个是九号球。就略打一点低杆，可以打五号，中带五号球，橙色的那个。可能位置不太够，因为下一杆打完五号以后，他还打九号旁边那个绿色的，是六号球。看看他有什么看法。低杆打回换打，嗯，把七号打进，让八号打进去了。等于多带了一个球进去。多带一个，嗯。他现在这走的这个，应当母球还是按照他的这个意图走的，但是走的停的位置不是特别理想。大概就是说，再证明一个不是太细腻了。嗯，他这个球用九号球来做障碍，一个障碍。嗯。稍利用一点旋转就到，嗯，这还是比较容易。打这种球呢，还有个规则跟斯诺克不一样，它的障碍球呢，你有本事你可以越过障碍球，
就把白球打跳起来，跳球跳过去，这个击球叫做跳球，不犯规。要斯诺克你越过那个障碍球以后就属于犯规了，这个不犯规。所以呢，球手们都有一个很短很短的球杆，那个就专门拿来跳球的。哎呀，这个是没打中。这个球呢，本来看他瞄的时候呢是蛮有信心的，但是出杆以后呢，可能这个没有把握好，这样就给了范晓婷机会了。他刚刚那杆呢是不能太低杆，一太低杆就进了中袋，也不能大，一大了就往前冲，他也下不了低杆，所以呢比较尴尬。上点稍稍有点悬，然后让球撞两库回来。另外呢，在击球的时候跟斯诺克也有类似的，就是说这个不能双脚离地，这一点跟斯诺克是一样的。对，好了，这样的话呢，范晓婷在六局比赛里面现在是追成了三平，3-3。出现了失误，没有进袋，这样就给范晓婷留下了机会。范晓婷刚刚开始两局的这个比赛呢，可能还感觉到没有能够尽快的进入状态，但是打了三局以后，范晓婷呢是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。现在第七局，劣势发球，没有球进，九号球差点进。如果这样开球，九号球一下子进了，这一局他也赢了。这个叫黄金球，这个球也挺麻烦，为什么呢？那个五号球给一号球挡住了，本来要没有五号球呢，就直接可以击打一号球去碰九号球，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希望，但现在五号球挡住了。有45秒的时间，裁判一直在看表，这个也确实是有点令范晓婷为难，究竟怎么打。他打到个位置必须是令对方不能打到球的，不能打进球的，否则的话就会失掉一局。范晓婷申请的延时，就是延时的意思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范晓婷没不够力气，犯规了。啊，这个不犯规，他是推杆，推杆他要了一个推杆，对，差点搞错了。他延时就是45秒，他觉得时间不够，他都啊，这样让这个雷耶斯抓他这个机会。这些套路啊，很多球手都不懂，这个是利用的非常好。对，就白球的左旋转。那么实际上，范晓婷呢，这个方式要的这个推杆呢，推的这个位置呢，也确实是给雷耶斯留下了这样的机会。对，要下回范晓婷知道他会打这种球了，就他不会推。
八局潘晓林开球，进了两个球，一个三号，一个六号，九号差点进，九号现在在带口。下个先打一号，他要看四号球，粉红色那个四号球，因为他二号球打应该是没问题了。他需要拿个架杆，非常的薄。这样通过几局的比赛，我们感觉到这个潘晓婷啊，他这个杆法呀、啊、还是相当的纯熟的。这个球有点遗憾，就是白球太贴边了，要白球不贴边的，他可以通过打五号球把九号撞进去，但太贴边了用不了那个。白球很难打，那个他现在也是想用五号球来击打九号。要打低杆，低杆就不是那么打法了，直接击进。好球，这是非常漂亮。像他这个球哈、啊，打到了这个目标球五号球，但是呢，是这个五号球呢没有进，目标这个母球呢把九号球撞进去了，这个也是有效的，有效，所以这个真的九号球这项运动真的挺有意思的，它有很多这个和这个斯诺克完全不同的一些乐趣在里面。亚瑟。斯诺克，你打红球不小心把黑球也打进去，那就罚分了，罚七分，就是。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。对。这样，潘晓婷现在把这个局分又追成了四平。轮流开球的话呢，那个比分相距不会拉得太大，所以现在打到一半了，还4-4。李斯的这个开球，一号球，冲击力非常之大。
胜利亚洲九号球巡回赛呢，今年已经是举办到第四届了。今年的第一站的比赛呢，是在胡志明市举行的，第二站呢是六月初在泰国的曼谷进行的，那么第三站的比赛将是在八月初的时候在台湾的高雄进行，那么在曼谷站和高雄站之间在广州举行这个表演赛。那么今天呢，广州站的这个表演赛呢是在广东电视台的演播室里面演播大厅进行，那么打完这个表演赛以后呢，将进行今年胜利亚洲九号球巡回赛的第三站的比赛。第四站的比赛是九月中的时候在印尼的雅加达进行。的看法是非常非常丰富。其实呢，我听这些比较有经验的这些球手说啊，你打这个九号球啊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诀窍，就是说你打得多了，你熟练了，这什么样的位置知道打哪一点，怎么样去走这个母球。第十局潘晓婷开球，现在雷耶斯是5-4领先一局。好，这个球一号球留在带边，潘晓婷应该有力，这局就2、3号都在中间，就6号跟8号挨得比较紧一点。实际上，他要观察一下下一杆。下两杆应该对，来确定母球的这个位置。力大了，二号球离得远了，距离远了。我看他有可能想办法击打蓝色那个二号球以后呢，把白球藏到6号、8号那边去。这是比较安全的打法，做到了。但是对手也很轻易能打到这个球，他用一点点旋转就够了。这个球啊，潘晓婷有没有机会直接把那个二号球反弹进带？延时。需求有一次延时，在35秒的时候，裁判会提醒运动员，就是还有10秒钟了。
白球冲的力不够。那角度大了，所以呢不好进，需要打非常薄。现在潘晓婷有机会，所以这个九号球往往就是这样，你前面打的都非常顺，中间有一杆没有打进的话，剩下的就给人家了。就说刚刚那个白球，你必须打九号球嘛，他白球的位置不到位，等于是失误。嗯，这两个球手看谁失误少，谁就胜。你最终是九号球进袋才算赢，前面你打得再好都没用。好球，白球抽的位置很到位，非常漂亮。平了，十局双方打成五平，还有三局球。全国体育大会女子九球的比赛里面获得了个人赛的冠军，而且在2006年呢，她连续三次获得了 MPBA 巡回赛资格赛的冠军。现在第11局比赛，进了一个球，进了八号球，现在他继续打黄色的一号球。反角，一杆带俩，反过来撞的，那个七号球是免费赠送的。现在打三号，三号不难进。他是通过反弹来进的。这种反弹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这个出脚等于入脚，这个计算好。那么这个九号球的这种运动呢，应当说还更加好计算一些。像这些高手啊，他们已经不看这个台边的这些星了，感觉完全是凭自己的这个熟练的程度。如果是初学的呢，可以这个学一学，利用这个星来计算自己这个球啊走在什么位置上。6-5，这样的话，在下一局呢，
三角亭呢必须追平，追平再来打决胜局。第十二局，没有球进，运气不好。嗯，差不多进了一号球，但是自己的母球又把它挡回来了。那么现在只有寄托于这个类似失误了。那看起来他也没那么容易失误。嗯，二号球也很好打，而且顺推又打三号球。三号、四号也是很容易打，一个低杆拉回去就是了。然后略冲一下，转转五号，他也下了旋转打，避开了那个八号球。那看起来潘晓婷悬了这个。嗯，以他这样雷耶斯那个世界级的水平，打这盘球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这个争取开球权呢，应当说还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。那开球没球进也是非常，但是你总是有一个机会在你手里面。对对对。好的，这样7-5，雷耶斯上。这样第一场辩论赛就结束了，雷耶斯是7-5，先胜了一场。不过在小组里面呢是打单循环的。